到尾胡说八道啊！你海报做完了之后，你才出合约给我，我们都还没签约，你上面说我涨资倍，那、这个人是不是瞎？讲的好像我们坐地起价，我们没有生气，我们不会生气。对，为海军守着火，空中炸弹，肩上炮声隆隆隆隆隆。朱海军价码涨四倍遭换走，诺诺铺铁正打脸，是不是很瞎？而且他还说，哎，先不要跟碰国顺哥讲。我想说，碰国顺哥不是这部戏主角吗？你是有什么怕人家知道？他说就先不要讲，顺哥是我师傅，我怎么可能不要讲？哎，碰国是我师祖哎，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怪怪的。金曲歌后朱海军原本五月将演出舞台剧《隔壁亲家》，预留了45天排练，主办方却突然换走。剧团总监杨忠恒透露，海军演出费约为四月望雨的四倍，弄弄费用是我提议的五倍，双方因为价钱谈不拢破局。为海军守战火，空中炸弹，肩上炮声隆隆隆隆隆。战队也出击了，从头到尾您只跟我讨论剧本角色，酬劳您没与我讨论过，我尊敬您，但别将这珍贵的尊敬糟蹋掉了。 NONO 也护航爱妻，欺负我们没公司没朋友吗？你们合作第一档戏四月望雨，那时候都没有问题吗？对啊，重点是我们会去演示，因为这部戏它是像那个台湾最有名的词曲邓宇贤大师致敬，我就说这个我们去演，没有钱我们去也没关系。之前是演四月望雨是演四月，你现在演隔壁亲家要有隔壁亲家，你要同台嘛。而且他一开始是跟海军直接联络，他没有跟我们经纪公司，也没有跟唱片公司，所以他就跳过经纪人啊。然后经纪人现在跟他说我们要开这个价，他说不行。后来说那换谈税，那就大家各退一步。他传合约给我们看内容，隔一天而已，他就马上说啊，他们经费有限，所以就没办法找我们演了。你都说合约没有签，那怎么会是我们涨五倍四倍？他现在就用那种涨几倍在模糊焦点嘛。他现在说什么我们口头答应，那你干嘛出合约给我？全部都口头答应，我演完跟你说这一场20万，你要给我吗？大家互相签约，要互相有保障嘛。我哪一句讲假的？你海报先出也是事实啊。所以正常程序应该是合约签好，你海报才能出，你才可以开始宣传，对不对？正常不是这样吗？我说那你就发一个声明，因为重点是海军很多歌迷。为了找鸟票，他们都去买票了。我说我们没有也没关系，但是你要有一个道歉声明，是你们这边作业疏失，价钱没谈拢。你不要什么都看多，刚看多在写一些冠冕堂皇的话，然后好像是我们不对，什么我们要涨四倍、涨五倍，刚讲的好像我们坐地起价。我们评估之后，我们开出价钱不行，那就大家不要，那我们就不演，就这样而已。他说他不认识经纪人，啊，我去年11月你就找我们聊隔壁亲家的事聊天，对啊，讲了一些，啊，你现在怎么会这样子嘞？我们没有生气，我们不会生气，对。何大还是他找给我们的嘞，他这个人是不是瞎？要换其他的记忆吗？是忘记了。